是9月22号的星期五。今天我们要去静静的北河临时跟北河的64公里处的湖边瀑布。现在已经是9:20左右了，动作有点慢。9:40在脚板山的莱尔湖集合。那我现在准备把车子牵出来车库，然后把东西放上车就可以出发了。那这次有比较多人，这次大概7位左右。希望今天一样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出门，开开心心的出门，平平安安的回家。再见喽。
midnight? Are you with me?